第一名范冰冰，中国女星走上国际的代表，颜值相当，第一名实至名归。第二名邓超的老婆孙俪，优雅与美貌并存的女性优点集一身，能里能外，真是中国好媳妇的标准。在其表演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，孙俪也积极参与各类慈善公益事业，赈灾活动现场的带头募捐，慈善活动中的义捐义卖，环保活动中的倡议宣言。孙俪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慈善活动中，还曾获得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的荣誉称号。第三名，王祖蓝的老婆李亚男，2004年参选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夺得冠军，2005年参选国际华裔小姐竞选再度夺冠，身材超棒，颜值超高。第四名，郑恺女友程晓月，生于1991年，毕业于多伦多大学，2009年获得上海沙滩宝贝冠军，从而出道，好像很神秘，不过颜值超高。第五名，张子萱，陈赫不惜背叛前妻追到的女神竟然被排在垫底儿。